42节习题第23题的数解法，好，数解法，好，那这数解法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想到 x 分之 dx 会等于 d natural log x， 好，就是 d dx natural log x 等于 x 分之一，或者是 d natural log x 等于 x 分之一 dx， 所以看到它想到它，看到它想到它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不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来思考，好，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思考，好，另外一个方式来思考。你要知道 u 呢是 natural log x 啊，所以括号里面的导函数是 s 刚好跟这消掉一样，这方式来思考都可以，两个方向啊都可以。好，那现在是 u 分之 du， 好，心里面把这想成 u分之 du 就是 natural log u 的绝对值，好，想到 u 分之 du，u 分之 du 就得 natural log u 的绝对值再加息。好，所以这个答案呢，就是 natural log u 的绝对值，啊 ，u 的绝对值，啊，再加一个基本常数 c， 好，那这边呢写个答案，好，写个答案，好 ，u 分之 du natural log u 的绝对值，啊，这边写个答案，好，这是我们的42节习题第23题的数解法。